到今天为止，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对世界还是一个困惑。特朗普说了很多政策，比如说他要减税，比如说他要增加政府开支，比如说他要这个打贸易战，保护美国的工作。我觉得这个大概他都会做，但是问题是不清楚的，他怎么做这个事儿，所以他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，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2%左右，因为美国以前我在 IMF 的是我监管的国家，所以我每年批美国的这个审慎报告。我们做了很多研究，从这个2%的潜在增长水平要提到特朗普说的3.5%到4%，那需要很大的财政赤字，那不是一点点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，一定会伴随通货膨胀上升，一定会伴成财政赤字的提高，一定会伴成这个美联储加息的加快和加强，一定会加强美元的继续走强。